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备了一公升的眼泪。但是这个是不止我们的部分，我觉得就是会想起很多那时候我们在拍戏所有的过程，即使中间的过程有很多不开心跟开心，但其实我们到现在记得，我们都是开心的部分。对，就算可能有很多的原因让我们有很多，我觉得多少会有点抱怨。但其实我们用这个，我们觉得很感谢，因为我要先谢谢一下响亮的所有的人，因为其实那时候拍这个戏，我们心里也很辛苦，然后其实他们也很辛苦，因为他们每天要帮我们弄一些紧的事情，然后调演员的时间，然后我们有时候可能对他们会有些不开心。但现在我看完这个片花之后，我真的很要谢谢一下亮导跟响亮所有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努力。因为王子姐是她的妹妹代替她，把她关在一起这个过程，然后就是欺骗阿宽，欺骗阿宽，还是对她生气，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有点揪心，对不对？我觉得她真的，我要。完全哭的就无法。有一场他真的走了以后，就这个东西。就他走的那一幕。有的。有的。我看到今天新的片花，你们的刚刚有那个片段，你们应该看过了，就没什么。然后接着我们看这个片段，你们都回想到那个拍戏的过程，回想到的剧情，然后又进入阿宽的这个。就崩溃了。在戏里，我就是一个一直很有没有看到就是很夸张的一个角色。然后，其实那个白天那一段，刚刚看到你，其实那一段我也蛮印象深刻，因为我记得我那边跳很多次。然后亮亮一直跳，就打三大台电，我还一直催我，其实一直催我，就是一直催。对啊，其实那个还蛮开心，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一部电视剧，所以我在里面学习到。真的在学到很多东西。他在里面确实比较偏袒，然后跟妈妈有很多的互动。那个时候我还想说，完蛋了，就是如果是演一个比较像金人的小孩，比较天真活泼的，我怕我会不会没有办法去胜任。但是我很感谢威哥跟雷姐在这次在电视里面是帮我很多很多忙，比方说妈妈的一个眼神，或是跟妈妈的对话，甚至有时候不用看台词，妈妈讲什么你就会自然而然回。然后妈妈的。去为了我去跟阿宽求情跪，所有的一切，然后甚至有个很好笑的在家里面的一切，这真的是让我印象很深刻，而且是会忘不了，然后会让我觉得说这个戏是来真的，不是来假的。所有的一切，我看到妈妈我也受不了，我也跪下来。所以刚刚那个跪，导演跟我说那一场戏他怎么看都起鸡皮疙瘩，所以一切都是来真的。我觉得一开始最气的应该是鬼鬼吧，为什么气他？因为我第一场跟他对的戏，他导演亮导真的非常的认真，然后他也很用心的在磨练鬼鬼，所以我跟他对的第一场戏，他大概报恩熙了几次，然后我就那个花，那个太阳花这么大的那么长的梗这样子，然后我就因为他来，我跟他说啊，莎莎妈要帮忙，就这么一句台词。报恩熙了大概十几次，然后导演都已经说你会不会演戏啊？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我还教他，然后我跟那么长的梗，到最后剪到那个太阳花只剩这么长，因为他来一个我就要剪一次，然后我还试着说，哎，那鬼鬼我跟你讲，你这句话啊应该要怎么样讲，鬼鬼竟然说你不要教我，让我自己来录，还要破相啊，还要，因为那场戏是人家我到现在走来，我又一直觉得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说抱歉，因为我入戏太深，然后因为来讨债，然后我就因为大家打一阵混乱，然后我要阻止那个场面，我就抓了一个杯子，那我就真的摔下去。看，那个简单的事情不要讲那么多，他拿个杯子往地上摔，碰到我就流血，就这样，然后就是跑的，就这么简单，就这样。那个血当场是真的喷出来的，然后其实这里还有靠近太阳穴，哇！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对木易哥觉得很不好意思。一定要看恋夏三十八度 C 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充满了爱情、亲情跟友情。它是一个不是单纯的偶像剧，它是一个真的对我们来讲是写照我们这六个青年跟他的双亲的某一段时间的一段故事。就是它不是他的一生，但是它是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然后有沙虫家的故事。有鸭子家的故事，有阿宽家的故事，跟小青还有小晴的故事，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个恋夏三十八度是，因为其实大家花了很多的心力，就像木易哥说的话，我们花了很多血力跟泪力，就是我们有血有泪。其实我们算是一个很有血很有泪的恋夏三十八度 C，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流的血跟流的泪辛苦换来的这部戏剧。